嗨，大家好！这两天哈，陆续收到了快件儿，一二三四啊，都是过年啊装饰家里的啊。我给大家打开看看都是什么啊？这第一件儿就是银柳啊，大家看看，特别漂亮是吧？哈，大家也能看到我身后面花瓶里插的也是银柳。我那个已经插了两年了，已经褪色了，所以今年呢，我就要换一换。我这是买了五把。红红火火过大年，怎么能少了这银柳呢？哈，我们好多人都担心，屋里不能摆干花，是吧？哈，我们这个是活的啊，咱们可以养上一年，不用加水，你就放在咱们一个瓶子里边，它就能养一年啊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年大门贴的对联儿，这个对联儿背面是磁吸式的，不用粘胶啊，你可以直接贴到铁门上，它就吸上了。给大家看看，我那边都贴好了啊，给大家贴完以后整体看一下。龙年添财气，万事皆顺利，龙年大吉。大福字儿，喜气洋洋的，过年的气氛马上就出来了。第三件是一个挂件儿，把它安装好以后就是这样的，还是立体的哈。家和万事兴，我喜欢这句话，把它挂在哪都可以啊，随便挂，还赠送了一个小挂钩。至理名言啊。家和才能万事兴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红包，有舍才有得，是吧？多包几个红包，送给亲朋好友，送给老人，送给孩子。这一包里一共有六个红包：大吉、喜乐、好运、顺遂、如意、发财。给大家四种都展示完了哈。这都是哈给我们新的一年哈带来特别美好的一个祝愿，是吧？你看家和万事兴，让我们大吉大利，我们家家都发财。还有我们这个银柳哈，把那个银就是银子的银，柳呢哈，我们取它那个音就叫留，把银子留住啊。你看看这寓意多好啊。还有我们贴的那个对联，你看里边还有大元宝，而且呢大福字，美好的语言，都是祝愿。好，我把他们的购买链接都放在我的橱窗里啊，大家呢还有很多了，大家自己去挑，喜欢什么呢您就去下单什么。我后边还有了，陆续还在买这些过年的装饰，后边再分享吧。